黃充滿住呢一個春天嘅氣息，好好享受悠閒嘅上午，聽下音樂啦，為新一日做足我哋嘅準備。而家好得意為我哋穿戴嘅係 Bright and Top 系列 ，Bright and Top 設計咧可以隨意配搭 TV 嘅服飾，內罩杯採用全新蜂巢式垂直纖維棉 ELK， 透氣耐用，緊貼皮膚。Bright and Top 系列咧採用咗 Coolmax 嘅物料，令到胸部咧可以話係更加清爽透氣。睇下 model 幾面咧？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設計，因為夏天嘅時候咧，我哋著一啲比較 TV 嘅衫啦，咁當時咧都會著多件半身底，打底會超級嘅打底。如果你選擇咗呢個內衣咧，我哋下著咗冬衣之前咧，其實亦都影到咧我哋自己咧一注意食下。嗱，罩杯咧採用咗素面嘅設計啦，配合埋呢一個小條嘅花邊啦，可以配合外衣穿著入有另外一種感覺啦，係咪？佢嘅高穴嘅設定咧，可以包覆呢個穴邊嘅攢肉啊，令到穴邊更加平順。於背嘅設計咧，可以包更多背部嘅脂肪，令到女性嘅體態線條更加完美。而開唔開嘅系列咧，更加有效防止肩帶滑落。女士們就可以更加放心，將個尷尬嘅程度大大減少啦嚇。有時咧，我哋譬如換翻啲中低啊，整理下我哋嘅鞋啊，我哋打嘅時候咧，好多女士們都有呢個經驗啦，就係我哋嘅肩帶會滑落啊，呢個設計非常之好啊嚇。好啦，唔知唔覺咧，我哋又嚟到上午嘅時分啦，晨早過後嚟到上午，都市緊張嘅生活啊，嚟到週末啦，最好咧就係享受一個芬芳。抱抱肉，再揀選一套清新嘅內衣，令到心情輕鬆，心情咧就自然靚曬啦。咁啊，同一個輕身系列咧，佢嘅無縫罩杯設計配合埋上面嘅剪裁，加上前中心裝入咗蝴蝶結嘅設計，令到外觀係更加暖意噶。肩帶採用咗鬆緊帶，貼合紗網身連到肩膊嘅位置，過頸穿上咧都完全冇問題噶噃。好自在，好輕鬆的感覺嚇。好啦，咁啊，下一款就俾大家咩感覺？我相信咧，女士們咧都同我一樣咧，好鍾情嘅呢款系列款式啊嚇。嗱，誠信得嚟咧，又大點高貴嘅性感啊嚇。Model 以上嘅呢一款咧，係高貴嘅刺繡呢系列，罩杯咧使用咗雙層感刺繡呢。配合埋舒適嘅金鬆紗，肩帶嘅前端咧係綁繩啲設計嚟噶，配合埋一個刺繡嘅花邊，將女士們內斂華麗嘅風格咧表露無遺啊！有時咧，我啲朋友話：，呢啲會唔會俾人一種好成熟嘅感覺啊？我覺得唔會喎，喺呢一度咧可以將你高貴典雅、有內涵嘅性質透過你嘅內衣咧展示出嚟噶。X 系列同樣咧都係 Magic X 嘅系列嚟㗎，咁啊有呢一個咧就係除咗之前嘅藍色同白色之外咧，灰色嘅 Magic X 系列咧更加係加添一件天星型嘅修身吊條啊，以彈性 lace 營造性感修身效果，令到身段咧可以話係更加迷人啊！我自己好中意，我覺得每個女士們咧至少啊～跟住有一件咧，我哋呢個修身片嘅內衣，將我哋嘅線條咧可以話係表露無遺啊！有時咧，尤其是夏天嘅時候啦，啲吊帶裙又或者背心裙咧，質地比較薄噶。咁如果我哋穿上咗呢一套內衣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將呢個情況咧就大大改善，將我哋嘅身段咧表露出嚟啊！嚇，唔該曬兩位，無論如精彩嘅演員，我哋再請兩位出嚟同大家見面好嗎？